第三种勾啊是用在最后一笔啊，因为我们在想说这勾上去的目的是要写上下一笔，可是如果这是最后一笔呢，那他有时候想啊下一个字在下面，所以他勾就直接甩出去，这里产生一个肥厚的样子啊，就是产生肥厚的样子就送出去啊，这个送出去其实是写下一个字了，因为代表他已经没有笔画了。